龙总不在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好，谢谢。找不到龙总，怎么帮可儿证明清白？我就不信你不回来。龙总，龙总，我想和你谈谈。龙总，龙总，叔叔，鬼鬼祟祟来这儿干嘛？你是不是又想背后耍什么阴招？我还要问你呢，你到这儿来干嘛呀？是不是又想帮唐可儿？是，我是想找龙总帮唐可儿澄清。你别在背后搞小动作了。我跟你说了这么多话，你都当耳旁风是吗？你是个男人，男人最重要的是事业，事业明白吗？爱情算什么呀？我没有必要事业，只不过我不会向你在背后耍阴招，我会用我的方式证明。还有，我警告你，我不许你在背后伤害唐可儿。回去好好经营你的花直播，海月的事情用不着你来管，我会用我的方式向你证明，我会完成我的使命。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啊。可儿，你放心吧，就算天塌下来还有我呢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怎么保护啊？你的方式就是离家出走？你怎么知道的？陈助理给我打过电话了。哎，我知道有时候我有点幼稚，但是我一定要跟我爸表明我的态度呀。我是你男朋友，我一定要站在你这边的。你站在我这边有什么用啊？问题还不是没有解决吗？我现在在乎的不是我被停职了，是他们现在这样名誉扫地，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。可儿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我陪你一会儿吧。走吧。好吧。丹飞，是我太着急了，对不起，希望你别介意。为什么这么对我？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是相信你的。我相信你，至少我和可儿是相信你的。而且我今天来的目的，也是来找你的。希望你能带我去见一下你那位朋友。你是说小洛？只有找到他，让他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，才可以证明可儿是无辜的，也可以还你一个清白，还所有人一个清白。霍斌，谢谢你。只有你，没有像他们一样指责我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快去找小鹿吧。小鹿，小鹿，我是丹飞啊，小鹿。
搞的。机了，霍斌，霍斌，你不用过来了，小鹿不在家，我马上出来。配合得很好，这是去英国的机票，几个小时以后出发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听我通知吧。可是如果你没有接到我的通知就私自回来和崔丹飞见面，你可小心点儿。